又发工资了呀？嗯。你信不信我能钱生钱，把你这些钱变多？我不信。那你敢不敢试试？你看好了。嗯。这是几张？六张。这是几张？六张。那你看这两边也是六张，没错吧？没错。这一张放在这里，这一张放在这里，这是一张。六张。这是一张。六张。这一张放在这里，这一张放在这里，这是一张。六张。这是一张。六张。这一张放在这里，这一张放在这里，这是一张。六张。这是一张。六张。这张放在这里。这张放在这里，这是几张？六张。这是几张？六张。这些都是六张，没变吧？没变啊。多出来四百。你太厉害了，闺女。这四百咱俩一人两百，等你下次发工资，我还给你变。行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咱俩是不是得庆祝一下？你想怎么庆祝？咱俩一人拿出来一百，今晚咱们出去吃。这还聊问题？来，你的手不能碰这个盆子，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，今天它就是你的。我知道这一个对于你来说是有难度，但是你得学会动脑。我拿不出来。你现在承认比我笨了吧？你把这个粘上了，我怎么拿走？我没有粘上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刺激！我哪天要是挣他个五百万，咱们是先买豪车呢，还是先买别墅呢？先买个短袖吧，这都三十多度了，净整那些没用的。还在这玩呢，好好努力吧。比尔盖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人家都自己写电脑程序了。你也好好努力吧。比尔盖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成世界首富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有道理。这年轻人，我靠。我的妈妈五大三粗，胸如猛兽，发起火来面部狰狞。我凶你两句你还哭，你就不会夸我点好呀？我妈妈沉鱼落雁，波色天香诗书达理。不是你这干什么呀？他看避雷山，我怕招雷劈。你说人类都进化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怎么就没有进化出来带有攻击性的那种器官呢？有啊，本来是进化成骨刺的，被当成骨质增生给按回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只鸡一天下一个鸡蛋，五只鸡五天下多少个鸡蛋？25个鸡蛋。你天天在学校里混呀？那基因怎么活活随你爸的那个二混子基因呢？一只鸡一天下一个鸡蛋，那五只鸡五天该下五个鸡蛋呀，哪来25个呀？这么能下蛋是你养的战斗鸡啊？你仔细想想，一只鸡一天下一个鸡蛋，嗯，一只鸡五天就下5个鸡蛋，哦，五只鸡五天就下25个鸡蛋，这有错吗？自己脑子转不过来玩儿，那脑子怎么回事？是丢了吗？没有丢，是根本就没有。也不知道咱俩谁才是二混子基因。哎呦我的妈！中国的汉字，凡是带三点水的，就一定有水。哦，知道吧？那沙漠呢？哎呦我的妈！那沙漠它也是绿洲消失以后才形成的呀。那你说都有水？那我重新说，就是只要汉字带三点水，它一定和水有关系。那我想到一个字，
也带三点水，可是和水也没啥关系呀。啊，什么汉字呀？滚。对，你说谁滚呢？我说汉字滚。那个滚它也是形容就是江水奔流而下的那个感觉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就是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。那你再给我解释解释，生活的活呢，鬼混的混呢，法律的法呢，这些和水有关系吗？你说你不懂吧还装懂。来看这个题啊，动物园里有五只猴，每只猴生了三只小猴，问动物园现在有多少只猴？有可能是20只猴。不是，你看它有五只猴，每只猴生了三只小猴，三乘以五不正好15只猴吗？哦，哪来的20只猴呀？15只猴是小猴的数量，你还得加上那5只大猴呀，这不正好20只猴？那你怎么还说有可能20只猴呢？嗯，要不说你这智商真不如猴呀。哎呦我的妈，人家也没说这5只大猴里面有没有公猴呀。要是有公猴的话，公猴也不会生小猴呀。妈妈是不是很冷呀？难受不难受？没事儿，看把我闺女心疼的，你这点事还用哭吗？没事啊。妈妈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走了呀。我走不了，我能扛得住啊。万一你扛不住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会不会说话？你出去吧行吗？啊，你要在这里，我真要被你气走了。妈妈，你可千万不能走了呀！你欠人家的钱还没还呢，可不能让我替你还啊！活着一辈子，为啥这么难？你知道这个“老”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指年纪大的意思。也对，你看年纪大的人，他富有经验，办事稳重。因此老也可以引申为老练的意思。在我们生活中，凡是带老的这个字，我们都要尊重。你比如老师，还有老人，对不对？那老赖呢？老鼠呢？老虎呢？哦，那个老六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这都是要尊重吗？妈妈你可别装了，一年级的数学题你都整不明白，几千年的汉字你能整明白吗？